玉木宏惊爆闪婚，五天后娶妻新娘是他。千秋王子死会了，38岁日本男星玉木宏深夜惊爆将与小6岁女演员木南晴夏结婚，二人八年前透过友人认识，去年合演日剧《女人的勋章》婚头，二人近来忙着日剧拍摄，拍摄告一段落后，预计26日登记结婚。产经体育报指出，婚礼婚宴时间地点未定，晴夏也没有怀孕。稍晚双方经纪公司证实婚讯，但玉木宏公司表示不打算发表入籍日期等相关消息。来自爱知县的玉木宏国中时在路上被星探发掘，18岁时正式出道。2001年他演出电影《水男孩》打开知名度，2006年主演《交响情人梦》，以千秋学长一角红遍亚洲。他出道以来绯闻不断，曾和加藤罗莎歌手岛谷瞳及高由里子拍拖被抓包。2013年他与一名小9岁的千金交往，当时传出二人有望结婚，但最后仍破局。玉木和晴夏7-8年前透过友人介绍认识，一直以来都维持好友关系，二年前才擦出火花展开交往，拍拖保密到家。他俩去年在特别剧《女人的勋章》合作，剧中玉木饰演服装学院的心机理事把松菜菜子，晴夏等女人把玩于手掌中。玉木和晴夏在合作该剧时开始有想婚念头，但二人戏约不断，曾讨论过想在6月左右结婚，最后决定选在工作告一段落后，于本月26日登记结婚。喜爱看日剧的观众对晴夏应不陌生，32岁的她参与演出的戏剧作品超过110部作品，诠释角色多元，被誉为个性派女星。她今年在山田孝之《勇者义愿与魔王城》中饰演阿紫，深受观众喜爱。金婚讯传出后，不少网友在推特上呐喊恭喜阿紫，同时也感叹他未能和勇者义彦成为情侣。玉木和晴夏结婚消息曝光后，网友也再次赞叹蓝成员樱井翔超灵眼。今年曾与樱井合作拍戏的演员樱一辉丹，玉木最近演出樱井主演电影《拉普拉斯的魔女》，晴夏则是在去年底和他合作日剧《只是先出生的我》，让网友再次赞叹樱井神社真的太灵。拉普拉斯的魔女明天在台上映。